我一想，我肯定要出了，结果妈的，放1000多可以的。昨天晚上很多人在我直播间出，我看他们出不出来，我就想着我肯定点什么出什么，结果昨天晚上在更新，昨天晚上不应该出的。 晚上出去啥也出不来，主要现在没鱼翅了。有鱼翅，今天晚上肯定还那个什么，还得充1万送1000。你要看他送的那个有没有意义，算不算钱，知道吧？我之前在某牙充什么，他不送，吹牛逼呢你。 你是充的那个大客户吧？斗鱼充大客户更便宜。这下没鱼翅了，只有道具了，啥个蛋都炸不出来了。昨天晚上还抽300块钱。 这300块钱那个小什么的，用那个小人枪，妈的，出了2个垃圾道具，花了我300块钱，瞬间 SE 兄弟们。 哎呦！屌你妈的！ 他妈的，感觉有问题啊！操！ 死不死啊你！死不死啊你！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死不死啊你！不要大头，要拳头！死不死啊你！还有子弹？我操你妈！子弹真多！死不死啊你！死不死啊你！屌你妈的！死不死？ 好，任务完成。任务完成，嗯 ，OK。